More good news. Our book,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Buddha's Teaching, is circulating in China now. The Jonan Dharma volunteers have already donated this book to many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S., includ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e're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regulatory hurdles to jump in order to publish and circulate this book in China, but we made it. See the link below to check it out. If you are in China, you are welcome to borrow the book for free from these libraries. We will continue to donate this book to hundreds of libraries in China, and we will update the list and map of the libraries in this channel and on our website. Please check back regularly. The book is the fi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ouble translation of the Jonan Master Dobogpa's work.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want to buy the book or would like to read the book but can't afford it. We're happy to donate a copy to you. If you represent an institution and need a large quantity of copies, also let us know. Our entire purpose of existence is to give Dharma, so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据觉南派教法史记载，佛陀二转法轮，主要讲自空，末转法轮讲圣意他空。该书还说，无着论师在鸡足山苦修弥勒法12年，尤其是对主要钻研末转法轮经义的弥勒五论，获得了各种不同门类的禅定。弥勒法是从究竟佛义以及不退还了义教法著成的，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空大中观的见修。无着论师掌握了弥勒菩萨的全部精神，证得菩提之后返回了人间，开始了义大中观。继无着后，历经世亲恒河谜底尊者阿哇达底巴大德穷乃喜哇于伽自在婆罗门萨杂杂那等不懈努力，他空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萨杂杂那后，他空思想传入藏土雪域，许多高僧大德如西译师嘎哇多杰大德智迈喜饶堆巴达玛尊追年一西九乃降取家宣努降取觉顿巴曼朗楚城热贝饶者杰顿巴根钦独补巴喜饶坚赞等，都投身他空思想的修习和弘传，尤其是大成就师玉摩弥觉多吉。觉南派教法史说，虽然没有得到法源师长一指顿上师5年，学到了其所有的灌顶、续部、口诀等全部秘法，开密圣他空宗之轨辙。约在13世纪末期，大成就师玉摩弥觉多吉的五传弟子贡邦图吉尊追，在卫藏拉孜东北的觉木龙洼创建觉木囊寺，简称觉囊寺，该派即因此而得名。贡邦图吉尊追的再传弟子独补巴喜饶坚赞，是觉囊派高僧，早年曾在萨迦寺讲经，后来云游卫藏各大寺院。31岁时，他因慕名而入觉囊寺，拜凯云丹嘉措为师，修习十轮金刚等。35岁时继任觉囊寺寺主。之后经其不懈努力，觉囊派开始兴盛起来，据传当时僧侣达2000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
觉囊派高僧贡乃卓乔的转世贡嘎宁波，出生于卫藏交界处的喀热琼尊地方。他幼年在觉囊寺学经，取法名多罗那他，30岁时受比丘戒。1608年他著《印度佛教史》，此书成为研究印度佛教史的重要资料，被译成好几种外文，在印度本国也相当有影响。多罗那他住持的时期，由于得到弟西藏巴汗的支持，觉囊派在卫藏地区颇为盛行。然而多罗那他圆寂不久后，五世达赖强行将觉囊派的经书和经版没收封存起来，只留下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和其他一些零星的著作没有查封。五世达赖将达丹彭措林寺名为噶丹彭措林，隶属于格鲁派，各地觉囊派寺院亦纷纷被迫改宗，从而使卫藏地区的觉囊派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再加上觉囊派奉行的他空见与格鲁派主张的印城中观派的观点相对立，被藏传佛教各派视为外道，特别是格鲁派对此更加深恶痛绝。这样觉囊派无法在卫藏地区继续传播，只好向其他藏区传播，最后在四川的阿坝、马尔康、壤塘以及青海果洛的班玛、甘德、九至等地区隐居下来。那么觉囊派是何时传入果洛地区的呢？据果洛州政协副主席董院喇嘛的弟子庚乃桑吴介绍，赞唐地区原是果洛阿羌三部落的属地，距今600年左右，独卜巴的弟子仲嘎玉蛙人清华奉上师遗训前来壤塘宣法时，设伏当地本教徒，使他们皈依佛教，继而建立赞唐寺，由该寺确立两个活佛世系，一是喇嘛曲杰，一是才仓。后来喇嘛曲杰一系的高僧曲杰加瓦楞智扎巴和查科囊索曾派人到卫藏迎请乍哇格青蛙、恰隆蛙阿旺成烈和格查文宝阿旺旦增南杰二人。乍哇格青蛙、恰隆蛙阿旺成烈因故未能赴约，格查文宝阿旺旦增南杰接受了邀请前来藏唐时，被阿羌所属三部落的总头人阿羌旦增达杰，又名旦龙，请到札果寺。经阿羌旦增达杰与东札庚乃札西喇嘛的商量，将札果寺改宗为觉囊派，献给阿旺旦增南杰，同时将阿羌合阳合孜格达策以上地区划归寺院管辖。由于得到阿羌旦增达杰头人的支持，觉囊派传入果洛后，在阿羌部落中得到迅速的发展，札果寺被阿羌三部落奉为果洛总寺。然而果洛三大部落中的班玛本、昂倩本部由于信奉宁玛派，一般不承认改宗觉囊派的札果寺为果洛总寺，觉囊派在上述部落中影响亦不大。在阿羌所属三部落中，康乾和贡麻仓部落对觉囊派尤为尊崇，特别是赞唐寺在上述二部落中影响更大，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1821年，阿羌贡麻仓第三任部落头人曲家智华兼参，曾迎请觉囊派著名活佛观却九美难劫到该部落弘传圣法，致使觉囊派在贡麻仓部落深入民心，同时还涌现出许多高僧，如贾喇嘛、阿旺仁钦宝、董院喇嘛、参巴摩兰桑波等。其中贾喇嘛曾创建龙石家寺，在果洛地区影响较大。董院喇嘛是果洛达日县董地方人士，属贡麻仓。幼年他去四川赞壤寺学经，25岁任赞唐寺的多杰洛洪，后来到贡麻仓重建龙石家寺，后该寺曾被马步芳的军队烧毁，恢复正常的佛事活动，同时还在四川赞唐、果洛康干、康塞尔、贡麻仓等地重新发展了觉囊派。据说他的弟子众多，足有2000人，遍布在四川果洛等地。由于董院喇嘛不但精通觉囊派经典，而且兼修宁玛派和格鲁派经文，因而深得当地佛教各派的敬重。第二，1716年，自阿羌贡巴札果寺改宗觉囊派后，相继建立了赛日德寺、浪本寺、噶尔寺、查雅隆寺。在康乾地区，经赞唐寺的恰隆洼成列安穆家建议，由阿西更欧和活佛在藏科部落创建札西曲朗寺。由于阿西更欧和既是该寺活佛，又是藏科部落头人，觉囊派在该地占绝对优势。此外，尚有札西曲朗寺、蜀寺、噶查尔寺、赞唐寺、子寺、萨马尔寺的蜀寺、兼贡寺等。第三，在觉囊派中有三种认定的活佛，一是炽热，一是喇热，还有一种是转世制。据更乃桑吴介绍，在这三种活佛中，喇热的地位最尊贵，称为多杰洛洪。由于多杰洛洪在觉囊派僧侣中职位最高，所以要想获取这个职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具有较高的佛学造诣，具有神变法力，能严守戒律。果洛地区觉囊派寺院中多杰洛洪的人选，必须经过四川赞唐寺的多杰洛洪同意，才能担此重任。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赞唐寺在信奉觉囊派的阿羌三部落中，特别是在康乾和贡麻仓部落，具有神圣的地位。由于觉囊派不同于其他教派的特殊教义，使得果洛阿羌各部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奉行之。觉囊派提倡修习十轮金刚和秘籍，但主要以十轮金刚为主，秘籍辅之。果洛地区的觉囊派在实践方法上采取了六支瑜伽和十轮金刚。我们知道六支瑜伽是佛教密宗十轮金刚圆满次第修习气息时于所缘境上进行的收摄、禅定、行风、持风、随念和三摩地等瑜伽。而十轮金刚不仅在天文历法方面有着独到之处，
而且在气功修身方面，十轮金刚产生的腾空、眉间发光、防止衰老等特殊功能，不仅使觉囊派僧人深信不疑，而且广大信教群众也由此更加信仰。所以说，觉囊派之所以在果洛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上述特殊的气功修身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另外，十轮金刚中对生理现象、胚胎生育、生病原因及药物气功治疗原则等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解释，这在缺医少药的果洛地区对民众有着很大的诱惑力，利用医学为本派的传播和发展服务，是觉囊派在果洛地区能够站稳脚跟的又一重要原因。十轮金刚不仅得到觉囊派的重视，而且也成为格鲁派的必修课程。此外，从觉囊派提倡的他空见中，也能找到果洛地区觉囊派得以传播和发展的理论根据。他空见在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二谛观时，仅仅否认我们感知的现象世界，并不否认在这个现象世界的背后有一个实体，而且这个实体是理智本身无法揭示的。王辅仁先生在《西藏佛教史略》一书中对圣义第五，也就是任何事物在它的终极意义上都是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麻痹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使大家对现实和未来都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到头来一切都非实有，也就没有必要为今生今世的生活改善去做努力了。这种说教和因果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便成为使人们放弃争取幸福生活的思想武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觉囊派强调类似圣义地有的观点，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抱有希望，因为事物有它的真实体性，是不空的，所以为今生今世的生活改善去做努力是值得的。这种说教多少可以成为人们争取幸福生活的精神动力。果洛民众之所以信奉觉囊派，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是分不开的。